是总先不败，张君若黑本事，一位唐朝的客，咱娘们宋氏三代女钦差，唐宋相隔有着二百载，何人编出这部戏相来？山万水进了京来，老爷贪赃吐了悔，去了人家的好文才，三长没把公子来住，回家门坐在小说斋，今天思来，他是明天想，一怒才写出这部戏相来。哪怕那修些歪。